继续是财经专家丁学文要为大家导读的是《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经济学人他们担忧，在疫情过后，因为运输以及供应链的不足，某些国家跟地区会出现民生物资缺乏的严重情况。来听丁学文的解析。帮你读懂全世界，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丁学文。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新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大家如果看到封面设计哦，其实设计的非常有意思。我们在看到一排哦空荡荡的商品货架上面，只有剩下一颗苹果，还有一些落叶，上面写了一个 The Shortage Economy 短缺经济。很多人看到短缺经济，可能一下子哦不知所云。事实上，短缺经济是1980年的时候，匈牙利一个很有名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叫 Yagos Nonay， 他曾经出的一个名词。他当时是告诉我们，来自东欧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造成了很多的价格跟供需失配，所以造成整个的短缺情况的出现。那为什么他会把这个名词经济学用拿出来？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在疫情爆发之前，全世界最担心的是消费支出不足，很多的家庭负债过高，很多企业压着资本支出不愿意投资，国家债务越来越烈。可是呢，疫情爆发以来，整个情况截然不同。我们看到呢，很多的货运司机，他甚至有货运奖金，他才愿意跑车。我们看到各个港口清仓的动作难以想象的缓慢，全世界供不应求的情况越演越烈，所以短缺经济让位给了供给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经济学人认为，主要来自于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是脱碳。整个气候巴黎协议之后呢，气候极端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所以脱碳的动作越来越大，政策的力度越来越大，很多国家都不得不采取贸然的措施，整个要让煤炭退位。可是绿能一下跟不上来，尤其极端气候造成风力、太阳能都不如预期，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天然气跟能源，包括石油价格上涨得非常凶。第二个推力呢，就是保护主义。整个疫情发生之后呢，全球化退位，内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民族主义越来越强，大政府情况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护主义也会造成地缘政治的一个脱钩，所以短缺经济看起来呢，短期之内很难消失，我们都要做好各种的心理准备。短缺经济或许你现在听起来很陌生，可是在未来几年它可能会伴随在你的生活还有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里面。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有关经济学人封面故事的议题，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次见。